们今天要干嘛？其实我今天到现在要录影片的时候，我都还没有吃晚餐。我为了录影片，连晚餐都还没吃。那我今天就是要来吃晚餐给大家看，没有错。今天的话，我想说，平常大家应该会在便利商店会买喜欢吃的泡面啊，或者喜欢喝的饮料啊。就是你每次买泡面一定会买饮料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干脆我把我喜欢吃的泡面跟我喜欢喝的饮料，把两个加在一起吃，这样我就不用再多一个手续，再拿饮料起来喝了吧？各位，你们说对不对？那好，我今天就是要把我最喜欢吃的泡面加我最喜欢喝的饮料，当做汤头，然后来煮给大家看。那我们有请我们最喜欢吃的泡面移动站出场。你看，移动站一个华丽出场，而且他现在还有附他的健康绿手，意思是什么？叫我们吃泡面不要熬夜吃，要在正餐的时候吃，这样我们身体比较健康，懂不懂？接下来就是我最喜欢喝的饮料，我们的冰镇红茶。这个冰镇红茶真的是我从小到大最爱喝的饮料。我去便利商店几乎都是买冰镇红茶，不然是买水。其他的饮料其实我也没尝试，可是我就真的喜欢它，因为从它的包装就吸引上我了，就深深的爱着它。Bravo， 那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，那看看会不会变成我最喜欢的料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煮啊！假的。那我们现在进入了泡的状态，然后现在我们就是等它泡好，之后我们就会把它的水滤掉，然后再加我们的冰镇红茶。原本我们的导播哥是说把冰镇红茶煮沸，然后加进去，可是我说这样实在太恶心了。泡比较好，这样泡的已经够了，何况是用煮。哎，它上面写维力移动站，原来移动站是维力的。哎，真的，应该差不多好了。好了，那接下来马滤片。哦，没想到是可以滤，我原本还想说会滴出来之类的。哦，滤的好完美啊、哦！你看它全干了，所有的汤都在这里面。等一下可以重复利用去浇花，然后等一下花就会全部死掉。接下来我们要把我最喜欢喝的饮料冰镇红茶加进去。我已经开始冒冷汗了。哎呀！做这种事情，看不到，颜色跟刚刚差不多，所以由此可知这个色素很高。它现在味道有点像呕吐物的味道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啦。各位观众，如果下部影片没有出的话，记得帮我打119，尝一口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各位观众，就是现在摄影大哥的要求，他说叫我含一口汤，然后再含一口这里面的汤。You ready for this？ 各位观众，我们都吃完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点不舒服，刚刚有点肚子舒服，然后吃起来可能会比较淡一点。就发现我们最喜欢吃的泡面，加上我们最爱喝的饮料，非常成功，非常的好吃，各位赶快去尝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刚刚是我骗人的，其实我们今天的实验告诉了我们，就算你最喜欢喝的饮料加最喜欢吃的泡面加起来，你会让你反而更讨厌这个泡面，更讨厌喝这个饮料，完全不会喜欢。可是各位，你可以去尝试看看其他的。Who told you that? Well, your mother's stupid, man. 最后呢，如果你喜欢我今天拍的这部影片，请在下方按个赞以及按个订阅。那如果你有想要我拍什么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个言。那各位观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超恶的。